迎接海外家人，北区慈济志工穿梭在人群中，引导他们走到集合方向。也有很多人是很多年才回来，所以场地不熟，所以我们行政队伍就来协助他们这些补位的工作，像是保姆一样协助照顾这些学员。接下来欢迎的是慈济雪龙分会。回味三年的海外培训委员研习营，第一梯次有来自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的619位学员，台湾志工动员519人，几乎是1:1，随时能够提供协助。感觉特好，因为呢，马回来心灵的故乡，那么主要的是要见到慧敏的母亲。你们从见习培训就是确认了你们的心智，我要行菩萨道。少正呢，就是你的一个承诺，告诉上人我要开始佛心施治，我要加入到这个慈济的一个菩萨大家庭。制服标准配备是蓝天白云。5天4夜的研习营，由师父担任讲师，从服装礼仪到佛教戒律等，要让学员深刻体会慈济精神。大爱新闻牛淑平、邓明仪、叶怡琳花莲报道。